说错了，一周以前有我非常热情，这个不是空中的就是错，就算来到一种地点让我犯了错误，来到一种地点让我犯了错误，打了中间人头发太长必须马上剃掉。哎，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经过了多次的拐弯抹角，终于发现我家灌篮不大不小，我掉进去里面想立马把我带走，这么这么情况还能跟我发飙，原来